从前额中央到后颈区画下侧头分线，从枕骨到耳后往前斜向分区。顺势梳头发，让它自然垂落，用一只手指把发撮垫高，垫成等长。下一个发撮分线到耳朵上方，继续采用等长剪法。在头顶区以下到前发缘线做马蹄形分区，从后面往侧发区方向采用等长剪法。以同样方式处理每个发撮，至达到侧头分线为止。取放射状分线，把后区头发与前区隔开，从前发缘线往后斜向分撮。把头发梳往与分线垂直的方向，拉高45度，并且以目测从基础底线往上剪发。另一边也以同样技巧处理。在侧发区以同一点往后斜向分撮，把头发梳往与分线垂直的方向，仍然拉高45度，并且以目测从基础底线往上剪发。整个侧发区都这样处理，
另一边也以同样技巧处理。从前额中央到后颈区画下侧头分线，把头发提拉至90度，再用等长剪法。